来杭州办第二件大事，去打个瘦脸针，大家都叫我小方。真的很方吗？我自己觉得也有点方，特别是大小脸特别明显，这边小一些，你看这边太明显了，所以我决定还是斥巨资去打个瘦脸针。我感觉杭州比我家还冷，真的风特别特别大。我现在还是打个车过去，大概就十分钟就能到了。点碰撞行人与非机动车。到了到了，姐妹们，就在这里面啊！我现在进去坐了，约的是5点钟。喝点水压压惊。哎，这水还挺好喝。哎呦妈呀，这打完针这里都鼓起来了，这样皮试了，现在要等，大概要等个20分钟。这个机器就是皮肤检测的机器啊。对，检测仪。这是我的皮肤，感觉好黄。刚刚卸了个妆，还做了个皮肤检测。完全一样，我摸了一下，你的骨头有关系。嗯，会稍微小一点吧。那肯定会小一点呀，你脚肌这么大，还不能。还不小，腰，你看这边多粗啊！对，我两边大小脸太明显了。你这边多打一点。哦，好。找一下。哎呀，有呀，放松，放松，有，放松，好，哦呦妈呀！哎呀妈呀，好痛，好痛。这边打的多一些，这边打的少一些。他说打完也不可能完全对称，但是会小，相对小很多。已经做完出来了，这个瘦脸针的话差不多是1000块钱，998好像是。效果的话应该没有那么快出来，现在还是很明显的大小脸，特别是这一边，这边他给我打的剂量会更多一些，期待效果吧。我要先拍几张照给那个啥。存起来，到时候15天之后再看一下。